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呢是个好多好多的视频，也是一个 vlog。那么今天要讲什么呢？很明显有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第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现在我们有自己手机壳了，然后这个手机壳呢非常非常非常酷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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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酷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看这个图片，然后你看一下这上面有多少多少梗，对不对？就如果你想让所有人知道你是个帝国粉丝的话，你可以买这个手机壳。那么这个手机壳呢，不光只有 iPhone，还有安卓，很多很多机型都有。然后价格呢，只要30块钱，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子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手机壳如果想买的话，链接在简介里面，链接现在在屏幕上面。如果你在不知道什么其他地方看的话，然后优惠也取消链接了，所以如果你找不到链接的话，你可以在这个屏幕上面找到链接，然后一个打进去，或者扫描这个二维码，或者如果有二维码的话，如果我没有二维码的话，就把我屌放上去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现在呢。我和水质谈了谈，然后呢，我看到很多粉丝给他送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想，哎，我也应该让粉丝给我送东西，所以呢，他同意把他这个寄货的地方也给我来用，所以呢，我的地址在这里，这个不是我住的地方，这只是一个送信的地方。如果你想给我送东西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你的东西寄到这个地方，然后电话随便写，然后后面注意加上西兰收，要不然水质不知道是他的东西还是给我的东西。然后呢，送到这里之后呢，我就可以烧你们的东西。然后之后呢，会做一个节目，会在现场，然后我会直播开你们的这些东西，然后会做一期视频，每期视频都会有。所以如果你想上视频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。注意给我寄东西，不要寄那些什么太奇怪的东西就可以了。奇怪的东西可以，但是这些比较有危害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就不要打开。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子。所以给大家刷这期视频，视频就差不多这么结束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最近频道更新非常非常多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，你可以留在视频简介里面，或者是视频评论里面。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